从昨天开始，我们城市频道每周日晚10点半播出的一周热点节目进行了改版升级。节目当中呢，增加了和观众互动的环节。就在昨天改版之后的第一档节目，产生了两位千元大奖的获得者。今天两位幸运的获奖者来领他们的现金奖了。改版后的一周热点由原来的每周三个话题升级为5个话题，所有话题均由观众从本周城市频道、零距离、天天视频会、法治集结号三个栏目的新闻中投票产生。如果观众选择的话题最终被采纳，便有机会参与每期节目最后的现场抽奖。一周热点这期抽出了这个千元幸运大奖，然后发给你们俩，恭喜你们。谢谢。也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，对，比较意外。平时上班比较忙，可能没有时间去关注零距离或者一些新闻这一块，然后我觉得在微博上面一个互动的话，可以增加就是我们平时上班的一些人，就是人群的一些就是点赞而且关注，挺好的，就是更加去关心我们老百姓所关心的一些热点，我们所关心的一些大事件，我们的注意点它就会播出来，这点的话我觉得非常好。一周发生的新闻大事，哪些是你想参与讨论的？哪些是你想了解幕后故事呢？哪些是你想知道最新进展的？你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电话02583195900，登录新浪微博南京零距离或者天天视频会，在每天的投票帖中投票跟帖，或通过发微信给天天视频会与我们互动。一周热点，一周新闻由你来盘点，更多的千元大奖等着你。